我们要出去吃好吃的啦！不要问我今天衣服的链接，这件衣服的链接我也不知道，这是好几年前的了。但是我一直觉得它太刚太正式，所以一直没有穿，直到今天梳了这个头发，所以我觉得哎呀有点什么刚柔并济的感觉。我是一张弓。我今天要去吃的呢是我最喜欢的一种面，这时候你们已经看到了，来弹幕话题，我最喜欢吃的面是什么面。我今天呢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北京最好吃的冷面，还有最符合我家乡样子的延吉拌菜。到店了给你们说吧。我先去探探路哈。最近超喜欢吃这个炒饭，吃饭，吃饭。这个，这个。我去！团建去了人家。旅行一周左右，九月七号、十四号、今天二十一号啊。玩嗨了。记得他的电话。好，我这就回去了。我知道你们是这么回答，我可能还是再玩几天左右吧。到时候你连我的微信，我们再联系哈。咋办呀？咱们去另外一家吧。我给大家推荐一个，刚才临时找。因为长安大城附近除了我心爱的炖菜馆，没有啥吃的。但是炖菜馆这个点还没有开。然后忽然想到前段时间特别想去打卡的一家叫，就是炸串卷在那种布袋馍里，就是看着很香，然后吃起来酱料也很多，直冒汁的那种。你知道那家地方在哪儿吗？哪儿？在你家门口。那边走，那就打车走。走。忘了吧？吃饭烧呀！你粉丝？旁边有一个布袋馍在哪里？布袋馍，我也不知道。小宝宝，小宝宝，眼睛好大。你好呀。那我想好的，因为我来这儿不久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这儿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拜拜。哎呀，我问一下，这边有一个卖布袋馍的地方吗？不知道啊，布袋馍，布袋馍，我看见了。阿姨在这儿呢，拜拜。哦，这样的，是直接夹到里面去。哦，哇，还挺薄的。其实卷那种饼啊，夹点素菜好吃。鸡皮、鸡腿肉、金针菇、圆白菜、鸡排、牛排都4块钱一个，你要来一个吧。哇，自个儿做的饼，对。甩油啊！对哦，还真是干爽了好多呀！哇，这个看着好香呀！这饼面还挺薄的，翻面的，薄薄的好，薄薄的好吃。满满当当，是不是？嗯，满满当当。拿着烫啊！我现在就咬一口。妈，这太大了，我这一口咬不下。就一人一个，千万不要你俩分一个，太好吃了。那咱俩来一个吧。就大大方方来俩啊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咸特别好吃，不咸。我觉得刚好，我口重。里面你既能吃到那种软软的纯肉，那种很厚很大的鸡腿肉，还能吃到酥酥的鸡皮，然后一定要点圆白菜，圆白菜夹饭是脆脆的那种，然后金针菇也都是咔嚓咔嚓的都酥了，一定要趁热吃。然后刚才姐姐最后不是撒了点孜然吗？孜然粒在嘴里咬破的那一瞬间，真的是好吃。两想着去对面坐着吃，然后两个人坐到对面老远吃吧。然后这个呢是想给他们打包回去尝一尝的，结果冒了个尖儿，我把这个尖儿试一试。这个要这个夹在饼里感觉也不好吃。哎呀，我这炸串儿是不带吃素菜，也会鲜些肉。我们现在在等我们三个的布袋馍，等做好了我们要往回走了。一个鸡肉饼。我们让大姐直接给他包成布袋馍呀，是因为从他的袋子里一捂，他那个发面的饼就泡囊了，这个也不是特别脆了，这样回去夹着吃感觉会比直接包成布袋馍带回去好一些。拿到自己
看一看，打听家附近的好吃的吧。你就搜我家食谱，我家不在我这儿，然后你备份东西，你就拍就行。哦，看来有，看来有。多给你整点，多给你整点。你像是冷了，冻得跺脚。啊，我不敢停下来。刚才家辉在身上打死两个那种黑腿的蚊子。这儿，全都是刚咬的。你长得特别好看，你不要说，你像《爱情公寓》里边那个啊，你们家是吧？哎，对，太多了。啊，谢谢，太漂亮，谢谢，拜拜。我上哪吃呢？我们仨决定坐在这儿把这个给吃了，趁热。要不就叫爱心座椅吧？看。我天哪！没录上，不可能！这是我今天的最后一口，你都没最后一口，佳慧。这是今天的最后一口，好吃到一不注意，最后一口都没留。啊，爽！一会儿他俩吃的时候，咱一定拍一拍，拍拍汤圆的表情。那肯定的。嗯，好吃。大雪是啥玩意儿？大雪，好。嗯，好吃。花花。大雪，我给你带了好吃的。来个筷子，我亲自给你们夹。这我哪有筷子？这种东西汤圆肯定有。做了很久那个。几个饼？俩。我手干净。他俩不嫌乎。千万牛网红在线给夹饼。来，汤圆，你先来，我给你俩匀乎。谢谢慧慧，快尝尝。好吃。待会带血小板先吃，吃最重要。混不上了，亲爱的，好客气哦。哎，太多了，你说弄点菜，这太……哎呀，不多。好吃啊，真的是个大口袋。咋样？我跟你们说，这个真没提前对台本，怎么样？对不对？来，大家先尝尝，好吃呀！然后你的，可好吃 ？No， 丹姐这拍减脂广告的，能吃啊？丹姐，吃一口没事。好，哎，我太多了，你给我弄点菜，这太……哎呀，不多。